那这个房间里找到了什么？武器在哪里？你不知道，咱现在就是要找武器。你听我说，黄宇涛，找到武器，谁找到武器先干掉，孟子高人，你记住，谁找到武器先干掉他，他们不要乱来。OK， 干掉他两个女的，一人没定。武器也是随便搜吧，应该是，就顺场搜就好了。 骑车走吧。哇，突然间就找到了高中的感觉。哎，志胜，你找到了吗？你别往我这跑呀！ 哎，我给你看，你们别管我的朋友，咱俩是一伙的，你是不是有必要我再给你看这个？我哪有黑衣人？没有黑衣人，你进来，这里边安全。我跟踪阿泰发现想你的夜，许多钱和阿泰有过私下联系，这里面有一个是他的亲信。26号如果定的是子毅或者是振宇哥。 这个线索说的就是这你们四个人当中的一个吗？我还有一个线索，阿泰的亲信之一，26号的歌声令人印象深刻。他今天在车上唱歌了，就是他。你伤害了我。那是为什么？那边呢？终于没逃过咱们二傻的。我们不是二傻，我们是咆哮的。 聪明的王者，这一季开了个好头，谁也不行。就捡起来，捡起来。哎，孟姐，你俩在啥呢？孟子义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到底是不是？我真……你要不是的话，你不要自己走，因为你一会儿可能会成为被杀的第一个对象。为什么呀？哎，孟姐，关键是这个线索对你很不利。什么线索？他说。 26号的歌声令人印象深刻。我的妈呀！我都怀疑我自己了。我感觉他们找到枪了。谁找到枪？我建议你跑。你进来，你进来，我们保护你。别进来，进来就死了。进来死不了。万一咱保护错人怎么办？不可能。OK， 还有谁？孟子义，孟子义，上了吗？上。高月，高月，高月。我们俩刚在里面发了个疯，说我们是精明的王者。你是不是脑子有病？你让他进来，咱三个人锁里面干什么？你是不是脑子有病？那哪有上来就动手，一句话不说的。哎，我死了吗？许多钱被莫杂他淘汰，许多钱生分为逃脱者。 高月，高月在哪里？吴振宇在哪？我这是个什么幸运星啊？我在干什么？ 我经历了两场暗杀，我全在场。莫杂他被想你的夜淘汰，莫杂他身份为逃脱者。
想你的也把莫扎特淘汰了，高叶，那只能是高叶了。上一组是谁杀的？高叶，别人相信我了吗？一定要拿到武器，武器在哪里？最重要的现在。 你是不是啊？啥？你到底是不是？你跟我说实话。我真不是。那你拿枪来杀向佐是因为什么？向佐把徐志胜杀了。OK， 我懂了。I believe you。 你能不下车吗？我不行，我喜欢骑的，我不要。孤单，我现在我经历两场暗杀，我都没死。你们是无视我还是瞧不起我？都不带杀我的。哎，你跟着我跑嘛！哎，子韬，真的，你跟着我跑，走。绝对有病，姐姐，你绝对是在。我真服了，让我跟着你跑，我还真跟着你跑了。快点吧！我跟你说，你知道是谁吗？怎么？那明英，你现在停下车来，我现在给你分析一下啊。刚刚我没。不可能。 你听我说，你看啊，我跟踪阿泰发现想你的夜，那明朗，莫扎特，然后许多钱都和阿泰有过私下秘密往来。还有一个线索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这个人的歌声让人非常，就是让人回味那种，就是说他的这个亲信唱歌的声音非常美丽动人。我还有一个线索，阿泰的亲信之一，26号的歌声令人一咬神。唱歌的声音非常。 黄子东，复仇者是涛哥。有线索吗？你为什么有枪？我刚才找的了。在哪儿找的的？对啊。你要吃我？我吃你干啥呀？我感觉你身份这一期是做好的，我不吃你。一会儿我们吃这五个，他肯定有问题。你有枪，你说了算。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咱不说好了不吃我吗？真的假的？ 我真服了，哇！跟你这帮人真的玩不来。不要这样的，我走了，我不玩了。他吓唬我，吓了我三次。那是确定的，涛哥是个复仇者。啊。但是我们不要说，我们见到面之后不要揭穿这个身份。我觉得不能讲。对，先试探一下他这个复仇者是站在哪一边的。但是你要想好他会不会把我们杀了。咱们就去把那英姐崩了，不行吗？ 那也在哪？你懂什么意思吗？我刚刚说的那个分析的，你懂吧？你觉得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吗？那我们，而且你看，现在我们唯一找不到的人就是那英姐。哎，你们都没动地方，我们都找不到你们。刚回来。那找到什么？向佐把徐志胜给崩了。那你为什么把他给崩了？因为他把徐志胜崩了，他就把他给崩了，但他没崩我。 我目睹两场，我都没死，我现在也很郁闷。那个枪呢？那是你过来，你听我说。我们找到密码了吗？听我说。这怎么这么快？迷宫牌就给我了。那明朗被孟娜丽莎淘汰。 那明朗身份为逃脱者，涛哥说你是卧底，让我崩你的，没什么可说的。去看看那线索，他就指向你。 去找密码吧，走。
你为什么说我是卧底啊？不是，我没有说你是卧底，因为这上面线索它指的是你。他线索里没有写我是啊。说实话，你上手有点太快了，因为我刚跟弟弟要商量一下。我以为你把他踢出去就是给我暗号说，快上。不是的，我跟你说，你看他借你的刀杀人，哥，你醒醒。但他没崩我呀，他肯定不崩你呀，因为他肯定利用你，他觉得他这样能博取你的信任啊。你我都没杀你，你没崩你，你养猪呢，你在这儿。他养猪，他在这儿，我被三个人养猪，我受不了，他们把我的智商踩在地上践踏，我受不了。我不是，你肯定是。哎，这都可以。你这是开过枪吗？借给我去炸一下，去炸一下，你借给我。这把枪反正已经没有用了嘛，对不对？那个谁呢？